我不给，你凭什么呀？这里面还刻着我名字呢。先还我。不给。怎么不回我语音？借谁啊？ 先回答我问题。不接任，是我走。多久？现在还估不准。多久？因为是创业，所以前两年可能会比较忙。陈柏东。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，我确实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觉得我需要你负什么责？你跟我说你不想再强撑了，我懂。我现在也根本不想跟你做什么知己啊、情人，所以我才订婚啊。你还记得我们订过婚？当然了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所以，有勇无谋，这就是你的婚姻观是吗？ 陈柏东，日子不是一天一天过的吗？我难道把后半辈子我做出个 PPT 出来吗？好啊，那我现在问你，接下来的一天一天你是怎么规划的？旅客朋友们注意了，去往上海的G5185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，请各位旅客带好个人行李物品。 抓紧时间上车。你走吧，别无了车。这次我就不送了。陈柏东，我不是离开你，你就当我是出差，不行吗？张姐。 就算你真的要离开我，我也会尊重。从始至终，我从来没有阻碍过你的任何梦想。但你不能拿婚姻当儿戏，更不能先斩后奏你听得懂吗？你冤枉我，我可能做事没有你想的那么周全，但你就是冤枉我了。你走吧，回上海好好想清楚。我想得很清楚。那接着我，就当没订过这个婚。 我不给，你凭什么呀？这里面还刻着我名字呢。先还我。不给。不是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。你鼻子怎么那么爱流血呀？擦一下。 陈柏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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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绝对不会跟你分手的。